是我，来讲到我多少鱼，我老爸老母，我唔知啥物啦。也唔过咧，我一个客爸甲客母，就是阮大嘴巴，甲阮娇娇母啊。若讲到阮大嘴巴，甲阮娇娇母啊，对我是真疼惜。自细啊，踮埋这个屋林国大汉。啊，若讲到阮这屋林国哦，虽然讲屋林拜财神，但可是咧讲起来拢是误会咧。阮屋林国的所在，阮内底人，其实啊，拢是好人。这是会共创治，甚至讲，阮会替这百姓抵挂这种恶霸吼。这恶霸来阮家，阮会甲创治，恁老伙伊甲你自杀死，迄个是阮替甲抵掉。但可是朝廷看阮真无顺眼，讲阮时代恶人，就是哦，太代志做足济。啊，无法度啦。我的身世，我家己嘛拢无了解。自细汉住伫阮这个客伯甲客母的身躯边，敢若希望有一天，阮屋邻国这时代屋邻会当洗清冤恶。所以咧，我着继承阮客伯甲客母的工会，开客店伫咧做生意，开客栈，每一工会等人客来。也毋过，阮屋邻国有一个特色，就是有一挂歹人啊。派出来做亲，伊就听这恶邻国，所以伊就走来阮家要逃避啊，为着要闪避啊，官方甲伊抓起来，真是好笑咧。阮这拢好人诶，串张走阮家，所以咧也来阮家，阮就为民除害。今仔日早间爬去，嘿，小手我咧卖食，手我上下开客栈做生意。恶邻。我听到，这听的就是歹人，你来带个争执，准备个创敌。走啊！生理啦，自细汉的时阵，爸阿母都已经无伫咧我身躯边啊，实在在要创啥话啦？踮在江湖之中，我若是看到人，你若唔买得钱给我啦，我就甲你刣死！我是刣家咧杀人如麻啦，刣啊啦，刣家咧我拢袂惊，见着火拢无咧惊的啦。啊，我那是啊，搁我一日无欢喜，你较水的，恁家我就甲你放火烧。所以人人拢叫我啥，人人叫我胖虎啦。因为我真歹，所以大家拢叫我胖虎。要踮在这个所在啊，歹代志可能做够淡薄仔多。官府常常拢要甲我安尼调查一下，讲你上啊，看我面敢若熟识熟识呢。唉，啊，着淡死啊啦！啊，逐工咧覕来覕去，覕到无所在通啊去。啊，拄啊听人伫咧讲，这有叫做啥？恶邻国啦！这个恶邻国的所在啊，听人伫咧讲，不管你做啥物款的歹代志，人拢袂甲你追究，拢无人会甲你立安尼活好诶呢。啊，搁听因内底敢若有这个时代恶邻呐？伊这个时代恶邻。搁住伫这个恶邻国的所在，因恶邻国是了好，什么人无爱来？当然哦，来到这，要来投靠这个时代恶邻。又今仔日，行到安尼是，脚酸手软，一路安尼是行来行去，爬山爬悬的呢。是什么人啊？有人呢。有人拄拄啊好来问看卖啊！哎，
哎，阿娘，你看谁在卖啊？小姐们，你来这要找谁啊？对啦，我要找人啦。你要找人？对啦。要找什么人啊？我是听讲你二零公这个所在，我是听人伫咧讲啦，做什么代志拢袂方便啦，我要来投靠这个时代二零啦。就是你是歹人咯。对啦，我歹人啦，安那啦？你拢做什么歹代志啊？歹人办坏事你都怕，你来跟我无欢喜，我跟你当崩坏事。你太人放坏圣灵如魔，安尼我问你，你敢敢害你家己？害我家己，你当作白痴的哦！害人是一样，敢害家己，唔叫咱真正害人。什么叫圣灵如魔？圣灵如魔，你家己都敢害，你知影无？哇！哦，你这气势阁袂歹诶！你是安那？你当作空壳的呢？害我家己，害别人就好。啊、是不是我表演你看啊你是你棒啊哎你棒啊你刚刚刚才干的好几杯看了表哥熊哎家里你卖上卖给我捏啊卖给我捏卖给我捏吃不动头这么快就怕死了怎么这么快就没开了还没站还没站我来我来我来等我一下我在真跳到白没办法他有重量可能不堪要创治、啊、来到这就想要下去你的罪行没这么简单啊哈虽然哦，你是学的大侠无唔对，阿哥在头个分享。我唔知阿公，咱囝比咱更加敖恩，更加敖对。哎呦，怎家呢？完全拢无伊个保护啊！我吼、哦，刚刚讲这十八年来哦，饲咱小鱼仔，饲你哦，我刚刚做记得嘞啊！来，再好、哦、你讲，阿母啊，小鱼啊。都是爱敌，你知影无？这歹人都是爱死，对，而且佮毋是迄个害死，是家己惊死的。无对，咱哦即口罩上届快乐的是甚物代志？就是逐天甲歹人创敌，对，快乐资本。对啦，你哪安尼是咧学你大嘴巴啦？无我讲赞啦，好对啦，来来来，我讲，鱼啊，阿母啊有代志要甲你讲，甚物代志？你敢知影哦？迄武林大会哦，准备要开始啊呢！武林大会，对啊，你是讲十八年一次到的武林大会？确实，武林至尊如果来到得了这地位，以后伫咧江湖上是化水的殿堂啊！无唔对，当然咯、哦。所以我感觉讲哦，由阮阿姨啊去上好，我吗？是啊，你讲我小姨啊，拜托诶、欸。哎、欸，就你安尼四行啊，一滴滴啊，一滴滴啊，一滴滴啊，就衰滴啊！对，哈哈，我是安尼比如咧，互伊听，对对。但可是要去到这武林大会，嘛唔是尔简单，为着要找一挂恶人。嗯，当初是你甲我讲的恶人上，伊华宫的宫主。啊你。
无你的歌手，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呢。我跟你说，苏玉山，苏玉山，我说你失去记忆的镜头啦，吃都没路用了啦。我跟隔壁的问啊，咱的好友，咱不吃毛。南无虾摩，南无虾摩。嗯，对。那讲到这個，恁两个人爱跟我去，没有？你笑你，我就是台湾人主义啦。我若去到遐武林大会，安尼哦，全世界拢知影讲我哦，就是哦，迄个大娇娇，还佮你带出去。对啊，无想要洗清冤枉吗？我那恁是台湾人，我两个若出现伫个公共场所，因若知影，你大气吧，佮恁娇娇有啊，会无性命嘞？伊也唔可能一世人拢要避伫个恶灵国个所在，你敢知影会造成你自己个生活个困扰？你若无得去外面个所在吸收新鲜个空气，一世人避伫个遮，敢讲你无爱为实在恶灵洗清冤枉吗？其实我嘛是有想啦，啊唔过哦，你甲想啦，恨不得我实在恶灵名声遮尼啊臭对唔对？啊万不利哦，人个无爱听阮解说嘛无路用啊，啊无你想办法。那讲哦，要爱我陪你去迄个武林大会，会用钱，看要安怎样哦，好啦，卖甲我拎出来，卖甲你拎出来，啊，你两个一个嘴一个目睭，拢是标的，哪有可能拎袂出来？啊，就对咩？啊，所以以后你家己去就好。你这讲伊袂好吗？伊袂好啦，讲你卖伊会好。我跟你讲，那伊会好的话，怎么样？等等，石大埔，华德，你讲啥？伊会好啊。来你有才调，甲我甲大嘴的伊会好，那安尼哦，我就带阮囝来去个武林大会。哎，你好，只要你有法度，我变善类，就安尼。我来去找阮当初时，阮客伯客母有收留一个大劫，来讲这个大劫，伊亲像是活死人共款。伊人无死，但可是伊规身躯的血脉已经互震断，所以伊无法度讲话，嘛无法度表达，嘛无法度行咯。虽然讲这几年来毋捌甲伊讲过话，甲毋过加减嘛有感情来去找伊。我知影讲，你拢未讲话，恁我拢坐伫咧遐。但可是，我要甲你讲，我总算要离开这恶灵国的所在，我要往到武林大会。希望有一天，我的身世会当大变。你来，实在恶灵，就是阮娇娇母啊，也讲阮大嘴巴，伊的嘴上会当有人替伊洗清冤枉，可因真正不是客。希望你会当哦，心肝内哦想。保庇我，让我一切顺利哈！以后我若回来，一定会好好报答你。想讲哦，这晚怎么样报答你呢？也袂讲话，也袂惊咯，也袂震动。兼个我知影讲，你心肝内，你的头壳是知影我伫咧讲啥物。反正若是有缘，再相会。大嘴巴，啊，恁是好阿妹啦！紧来，叫我心仪。54岁，我哭了。无啦，娇娇母啊，虽然我目睭无去啊，啊你有较水着，但可是撩魂搁滴个呢。华德，搁搞我来？免啦。有撩魂？啊你直接搞我看卖啊？什么叫做一个部位
改叫鬼张面。我看卖啊！哎呀，嘴巴歪，其实阿哥伊会装下巴呢。其实哦，无啥甲迄边的嘴，伊本来肉肉正正，看无出来哇。我大得好。喂，我大嘴也跟他无啥关。你要讲我大嘴白白话，你嘛讲我细声，你讲我大声，我听着啊。讲我细声，就是偷骂你啊。讲安尼，讲这事实啦。这是因面较正，所以讲看起来较无变。来来来来，安尼远远甲我看，安尼感觉认得出，我就是大娇娇，甲你大嘴，看袂出哦咯。好，那安尼，咱就同齐哦，来去武林大会，找出哦这个哦恶灵，让我下魔。好啦，好，人可是。我是安尼感觉，咱应该，我相望，咱应该分头进行。咩啊？分头进行啊？因为啊，咱三个人拢社会，咱啥物啊？打听这武林大会到底要伫倒位举办，而且论这武林大会买起的这贴啊，对，我即摆嘛在想，老婆这个贴啊，咱是咩啊？袂去咧？这个武林贴，咱嘛一定哦爱通过这关。好，啊无安尼。咱分路进行，我甲你大嘴巴来去哦，找看有武林贴无？好，那安尼，我城门外等哦。听武林大会到底啥物人会出现？好啊，那安尼，咱伫个城门外稍等哦，分头进行。分头进行，再见。你啊，谢你，你小心谢你哦，等去无用啊。嘿嘿，今摆要来去武林大会，当然袂当浪费时间来去外面的宿舍游山玩水。哈哈